走进店里，就好像来到香港美食电影里的场景。黑底金字的招牌，简单的桌椅搭配白色的瓷砖墙，店里客人来来往往，店员也在人群里不断穿梭。这里是阿国切仔面，价格不算便宜，但餐馆里总是挤满人潮。店里的招牌菜当然就是切仔面咯，有老饕私下给他们台北市三大梦幻切仔面老店的封号，加上老板快速煮面的英姿，像极了美食电影里的桥段。除了镇店之宝切仔面之外，客人也常常会点很多切盘小菜配切仔面吃。这里的小菜虽然调味简单，但因为食材非常新鲜，轻轻的提味就有着台湾传统的美味。